志工合作将椅子四个脚钻动，接着装上橡胶椅脚垫。出力很多力也不会动啊，这个轻轻的，你看。静思堂活动中常用的塑胶椅，以往为了止滑，并保护木地板，是套上这种椅脚套。手指啊，一拨它就掉了，哎，这样就掉了啊，所以啊，哈。 每几年就要再换了哈，不好固定，加上止滑功能不好，于是丰原慈济志工集思广益，研发出成本更低、效果更好的橡胶椅脚垫。一直讲，一直讲，啊，讲到最后就开发着两个孔的，啊，两个孔呢，这固定，它有弹性，啊，又能够止滑，不会伤到我们的地板。 为了让参加活动的每一个人坐得安全舒适，即使是这么小的细节，慈济志工一样用心追求精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洪丰龙、陈碧清，台中报道。